你看你把这个现在是可以的吗？你这个连着耳机要先配对成功啊。对啊，这时候是可以的嘛，我先关掉，我把蓝牙关掉，这时候它是不行的，蓝牙关掉了，不在打开。嗯。这时候它在配对嘛？配对。然后这时候它就是不行的。要匹配成功。对啊，要等一会儿。然后你把这个就先刷新一下嘛。你不刷新它等一会儿应该也可以。等一会儿还没有声音，不行。不行，所以它这个是，那也打开了。然后把它关了。这个是不行的嘛？嗯，这里是不行的。但是这刚开的时候它是没连接上的。那它在这里连接中。嗯。再等一下，再等一下。Wait for a moment. 再等一下，它是配对嘛？等待配对。那一下，它现在是动不了，那就要等。不能多久？不知道。是我客户他那。好，可以了。等一下，你一下不行吗？不是，那你退出就重新点击来试一下。不是，你把这个页面退出就重新。等等，它这里会自带一个图上，它在搜别的。然后退出来 refresh。 还是，It's okay. 这个吗？嗯。When you open the Bluetooth and you back to the address and refreshing the page, and then turn into the controlling page again, and now it will be working. Now, do you see that? No 5G or Wi-Fi, just the Bluetooth. Working. Right.